而这位台美台风现在持续向西来移动，对于台湾的影响侵台几率低。天气风险公司资深顾问吴胜宇指出，台风外围环流的东北风合并到冷高压前缘东北季风，加上气压的梯度增大，让台湾附近的风势十分的强劲。而在台湾海峡这一侧呢，有地形峡管的效应，风力更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今天提醒了雨量逐渐步的增加，而且部分地形有可能会来到大雨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量。而目前呢，降雨西边下到桃园，东边下到宜兰，接下来的降雨区域还会再扩大，包含了新竹、花莲、台东等地的降雨都会陆续的出现。好，提醒大家，不止风大，降雨的情形呢也会持续的增加。再来看到是台美台风朝西北西来移动，将会来穿越吕宋岛北部。气候署的气象署也提醒了，周三晚间到周五这段时间对台湾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今天早上八点，台风是在台湾的东南方，也就是在菲律宾东方的近海。这个台风在今天晚上会逐渐的接近菲律宾的吕宋岛，并且在今晚到明天清晨通过吕宋岛上空，在明天的白天进入南海。目前的预报路径会持续的认为它会往西通过南海，朝海南岛的方向、南方的海域方向前进。因此，整体的台风的路径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以及台湾邻近的海面，因此发布台风警报的机会是相当低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因为这个台风，我们再回到云图上面来看呢、这个台风它因为结构上是非常的宽广的。我们从刚刚看到云图上面，其实可以看到，整体的台风虽然是在菲律宾的东方，但是外围的环流其实可以一直延伸到巴士海峡到台湾东南方的海面。那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个季节的台风哦，在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会带来比较偏向于东南风的一个暖湿的空气所带来的位置。那相对的，在北边今天刚好又有东北风逐渐的在南下，因此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在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双重的位置交汇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台湾以东的海面，云系发展的话会越来越旺盛。由于到明天在台湾东方，我们预计水汽会越来越多，云系发展也会越来越多，因此产生所谓的共伴效应。因此在明天将会是共伴效应条件最好的时候，所以在雨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